的希望他们出现的感觉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今天是谁来到现场？我们要再一次啊！我觉得那么多人的声音不只是如此啊！现在还守在那个保姆车旁边的朋友，你们也要够大声哦，不然那黄靖茹就不会出来了。好，来一次啊！请问今天是谁来到现场？大家好，我是黄靖茹。接下来大家这首歌《我的妈》，会唱了一起唱好不好？有看《桃花小妹》吧？我以为有一天就算长大，可以大声说自己的想法。我知道越大就越有思想，莫名其妙的人都要我听话。我以为我可以不用假装，谁知道害羞见了多少，弄得我们的压力这么大。我想跑，我想跑，我想跑。妈，我不想长大，我的妈，世界不像话，我的妈。当我越多的欲望变黑洞，当我茫然的眼神变空洞，当我的决心被时光没收，我的灵魂感到需要被拯救。故事的发展可以被预料，浪漫的结局没什么轻巧，孤单的老去实在太无聊。我想跑，我想跑，我想跑。妈，我不想当大，我的妈，世界不像话，我的妈，爱情真可怕，我的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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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，你真是伟大，我的妈，我想要回家，我的妈，未来太疯狂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，不去的快乐和直接，那种自装可以丢脸，现在的一切太留恋。感觉不准。妈，我不想长大，我的妈，世界不像话，我的妈。